感谢我们大甲镇南宫的校脚队带来精彩的演出哦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要邀请我们现场的所有呢，我们的乡亲，还有我们的媒体先生女士哦，请拿起手机、照相机，我们准备要记录这美好以及光辉的一刻哦。妈祖点灯来指引，指引渔船好航行，渔民安全来上岸，众人感谢妈祖心。接下来也请听主持人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妈祖雕像正式落成，掌声来，谢谢。12月9号跟10号要与我们澎湖妈祖来结合，有一次非常大的盛会哦，也就是我们的海上绕境以及陆地的巡航哦。我们希望呢，这两天哦，又能造成一次我们澎湖盛世的哦，能轰动，让大家全台都知道澎湖的妈祖守在在。我们邀请我们的长官贵宾稍等哦，我们现在呢有为我们所有现场的亲友呢，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，以及乡亲呢，准备我们造型平安哦，妈祖的平安饼要给分享给各位，以及我们的黑糖糕哦，大家不要急着走开哦。我们邀请长官来帮我们分送我们的平安饼以及我们的黑糖糕，谢谢。我们大家不要客气哦，基本上呢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。我们今天主办单位非常用心哦，特别呢客制化了我们平安造型的妈祖平安饼，所以大家呢记得拿一份呢回家享用。也感谢妈祖慈悲，妈祖慈祥，保佑我们平安，保佑我们生活上一切顺遂。大家小心哦，不要推挤。我们也非常感谢哦，最辛苦的一个工程单位，也就是公务处哦，冯长官呢，还有所有同仁哦，竭尽心力哦，在为了我们妈祖文化园区哦，在规划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，陆陆续续呢，在这几年之内就会完工。